花姑娘。啊呸！举起手来。我是小薇，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我身后啊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我现在就在这所大学读书。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从这所大学说起。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我就要从我妈妈说起了，因为啊，我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可是她正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她是影响了我妈妈这一代人一生的一场灾难，哎。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是让我们继续去寻找过去的故事。哎，事情啊就是这么巧，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啊，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的故事。我姥姥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闹日本鬼子的年代，日本鬼子经常在学校中抓捕爱国学生，而被抓走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
办？就他妈了！
大叔，这笔货啊非常要紧，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啊。你放心，我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嘛，我懂规矩，不敢问的我绝不乱问。这里边抓着啥东西，咋这么沉的？这里边啊是国宝。国宝？小鬼子快完蛋了，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给悄悄运走，咱们得了暗信儿，把他给劫回来了。你得赶在鬼子前头运回村藏起来，好，我们再把鬼子向前引一段，就带队回来，尽快引回根基地去。我知道了。菩萨，金菩萨，恩护在呀，菩萨龙凤土天堂但是，耶，你个驴日下的，专见我唱戏的时候放屁呢，还让不让我唱啊？有人吗？在这儿能出声的除了我和驴还有谁啊？难道还是菩萨活了不成？真是菩萨，你活了？我还活着，救救我！真活了！放我出去！菩萨，听清楚了，是放我出去。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呀，我郭老大一辈子中的啥亏心事也没有做过，就是18岁那年我摸过孙儿媳妇的奶子，可是他后来搬到张庄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呀。菩萨呀，菩萨呀，你就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呀，求求你快放我出去吧。我放你出去，你怎么就活了你？疼啊，看不见，啥也看不见。这样，我姥姥稀里糊涂地被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给救了，同时又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更加惊险的历程。由于路上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之前赶回村子。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追回佛像，出动了城里所有的兵力，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但是中国人的地雷常常使鬼子知道这儿的路有多难走。
所以当年的日本皇军常常是这样前进的。이바시소나대아다도노가라이가라니그이대타진원님石桥村又走远不远就在前面啥风啥风了啊这啊这哎呀这天挺凉的啊哎，热上风啊！啊，这！完了完了，困到半夜，小心死了走。啊，太君要征用你的驴车。那不行，太君，我家就在前面石桥村，我还要回家呢吗？哎，啊这！太君要去的就是石桥村，让你的驴车在前面开路。啊这！啊这！召集全村的人循环。这驴车咋自己走了？我这个驴人家，我把车卸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啊！哎，你个驴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畜生你啊！你连你哪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忘了祖宗八辈个叫驴，你日你妈！哎，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呢？我是马驴你咋了你这个东西这么一见柱子就跟孙子一样就欠抽太君这石桥村后头有一座老石桥是金山的唯一通路子子们
平你怎么起来我希望看哪里みなさんよろしく我々はみなさんを守るためにここに来たのだこの辺りの行動は我々国軍の列車に入り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を奪ってたどのもののあれかが分かる人すぐ教えてほしい、はい、海军说忽然请让大家听懂关照海军是来保护大家的又一股土匪劫了皇军的货车抢了皇军的报备要是谁知道报备的下落要立刻报告在没有找到报备之前要封锁金山的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另外为避免麻烦全村的男人先喂去哈嗨又是你这几位呢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两个孙子快叫狗腿子叫老总正好太君缺个守候做饭的你俩去给太君做饭去啊你俩小兔崽子也别闲着去给这位太君大睡去要新鲜的泉水太君哇白姑娘どうだ花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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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你花姑娘东西你下锅呢黑豆啊黑豆那是人吃的吗这还真不是人吃这光放屁呢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我们这没有其他东西吗
你是这是什么话？这些白面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给太君做的面条。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太君要。哎，老总，你这有花姑娘没有？花姑娘，有，花姑娘，在哪儿呢？在后院呢。你看，这不是太君。她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花姑娘。这个村的泉水远近闻名，当年是转给皇上进贡的。请太君们尝尝。이만노덕분에이여름북쪽가야하리고놈을하니바로가나세가여기히어컨제히우리국군의유시야토시대잔력을쓰고시대호시발로어후세부탐에니호시어모토타테른다소시대부쪽도텐이이래탈라태나노나카놈을하비도みんなゴールしだよ。我が国軍の意義を示すからな。咋样？味道不错吧？去，给主送去。好了，太君吃的和猪吃的，都好了。站住！你这娃长得挺白净的嘛？啊？嘿！你把这饭都给太君盛。称号啊！
小坤哆嗦。我们活已经干完了，就帮我们做吧。你们这如此的不赖嘛，啊，还面条呢。来的太君，太君，喝不得呀。大叔，一会儿咱往哪儿走啊？咱往后山跑吧。那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找我的衣服。你这日子咋这么僵的呢？啊，你们城里人就这么金贵啊？就那么嫌弃我们的衣服？不是嫌弃，是那衣服太重要了。不是衣服还能比命重要了？城里人到处都是鬼子，你这会儿往回跑不是找死你吗？就是因为有鬼子，我才不能丢了那件衣服。你这个娇小姐咋这么难伺候的啊？要不你自己回来，我们陪着你去送死。你走吧，我哪儿都不认识，我哪儿走啊？你不走，那我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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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小小姐，赶紧走吧，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这个时候人不能在高处的。不能在高处？雷专打高处的物体。可是你不翻过这个山就见不着游击队啊。走吧，雷公啊从来不会打好人的。哎，过了这个风火台啊，咱们就下山了。哎呀，你眼神好，四处给咱们看一看，还有没有鬼子啊？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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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座说过吗？这雷公啊，就不大好人。你的话怎么这么灵啊？那个雷他怎么说来就来了呢？我们这个令啊叫雷公令，你看那边那个小庙叫雷公庙，昨天我刚去烧过香，他当然显灵了。不要说他一个鬼子，就是再来上两个三个。这说来咋就来了？闺女跳吧，咱一起跳。有句话咋说来着？十四不干啥来着？十四不做亡国奴。对，十四不做亡国奴。咱让他校史本看一下，咱有骨气，对吧？花姑娘，花姑娘，不敢离开，一步也不敢离开啊！村里边能动的爷们儿啊，都让鬼子关到庙里边。地雷都在吗？都在这。先把佛像转移走，哎，把队伍带到石桥村来。你留在这儿。我要跟你们走。这不是去玩。我要找我的衣服。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什么衣服？衣服兜里有一个小本，上面是鬼子细菌战试验的记录。地下党冒死把这份罪证给送了出来，可是给弄丢了。衣服在哪儿？当时手忙脚乱的，好像睡在驴槽子下边了。太君！
谁又睡？任队长，马上就赶到，这可是给他的最好的见面礼啊！欢迎你，你他们有的太，你有资格了。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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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发现。
我的队长啊，快快在他的后山上蹲我。
宫里住过的吗？你不记得了？那你呢？我惹的祸，我挡着。快走，快走，快走，爹娘，快走！那里啷个隆隆隆隆隆，此去杀贼将丑包，官叫他天王恢恢，他无处他。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叔叔，侬阿里考，我先退不了他了。你那几个，我先退开了，看来你是在等。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烧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我门儿！慢点走，太君，
把他交给我，不信征服他。赵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罚汗。老子不在乎，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お前も僕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なんでこうでだ。はい。那是太君的宝贝，嘿，那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碎碎音了。另外，去我国。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过河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我们儿童团的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咋样？舒服，舒服吧？哎呀，舒服啊，好舒服！少，少，再少！
斧子给你！
太君，拉住绳子，我拉，拉你上来哦。太君。一木，大叔，你去鬼子卡车那儿。枪怎么使啊？我怎么打不着呢？用这儿，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扣这儿。少你还学会日蹦花了你啊！我干！你还敢骂我？我就会教你骂！下沉，把我烧的我忘！我干！我累大勇，我累，我在那边火腿子。你这还顾不得过耶！阿鲁，你自带的呢？不是说打仗该克比哩，木拉了很多，所以过了这座。太君，Yeah.
有睡的地方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西瓜在那里。赵东，可是我给你找到了这个，
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昔日本軍について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時に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しました。この間彼が亡くなる瀬戸際に、私の代わりに中国に行きなさい、亡くなられた方々の霊魂に謝罪をし、全ての中国人に謝罪しなさいと強く言われました。讲给了我妈妈，再后来呢，我妈妈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嘿，老少爷们儿，媳妇儿，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啊，抄起那家伙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脱了村儿，地雷甭说他还见你村儿，死到下为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祖国人？そうですね。